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这几次三次方程式，对吧？好，正常来讲，三次方程式有几个根？三个根。他说这个方程式当中有两根和为零，然后帮你求 k。哎，什么叫两根和是零？所以说这时候是利用这条件，老师可以假设三根为多少？因为两根是零嘛，其中有两个是零，所以说一个叫做阿尔法，那另外一个可以叫做负阿尔法，行不行？还差一个好不好？老师把这个叫做贝塔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告诉我啊，这时候题目强调什么啊？这时候两根和为零，告诉我这时候强调相加还相乘？相加。所以说这时候马上用三根之和，行不行？把这三个根相加，加起来刚好就是几？贝塔。所以三根之和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。负的16分之负96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6，指出来了。所以说算出来贝塔是几？6。告诉我贝塔是不是根？是。可见 x 用几代？6代，代下去等于几？0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好不好代？不好代，那怎么办？当然你可以暴力法硬代，但是老师建议你，你这时候怎么办？怎么代？你这样去想哦，有6是个根。可见这个式子就会有 ak 减6这个因式，有这个因式就可以怎样整除，既然整除，可见除下去于是于几？0。所以说麻烦你把这个式当什么式？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下，用6代，对吧？因为有6这个根嘛，可见就 s 减6这个因式，可见抓起来被几除？被6除，除下去一定于几？0。所以说马上16。16乘6 ,96。加起来 0。0乘 6,0。加起来负 9。负 14。加起来一定于 0。所以说加起来一定于 0, 可见 K。54, 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